家说，哎呀，他们没有看过这样的东西。所以台湾有台湾的好处，我讲了这么多，说在你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土地，在今天，你一定要想用今天此时此地的这个环境，你用这个地方开始，你不能用美国的标准，或者是 YouTube 上面的某些的向往，大概不是。我想再说清楚一点，是的，清大夫、清道夫、农人，他们非常的脚踏实地。为什么我们不行？对不对？我们当然也可以。我想说，他们可以这样，我们也可以，除非我们觉得我们比农友比清道夫高级。可是我不觉得我们是应该比任何人高级。对，这个农夫从来不会因为他种稻下了大雨然后欠收了，像他这个水淹掉了，那他顶多就是叹一口气，然后就把他所有的田整一整，重新再插秧。其实我觉得台湾人也是这样，对对，就是说对他们来讲，他们从来不觉得谁欠他，他可以向谁控诉，然后呢他如何上 Facebook 去抱怨，他如何去台大的 PCC 网站上去骂人，这样子农夫不选择这样的事情。我想台湾你也不选择。我因为如果你现在是年轻人，你会怎么样？ If you were young, 第一个我没有办法做这种假设但是第二个事情是说，台湾本来台湾是一个，我们知道是有地震台风，我们是经过历练的，我们台风过了我们重新收拾。而当你以原本刚开始的时候，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，你怎么有时间在那边抱怨或者是做什么事呢？我第一个感觉到说有代沟，是我在80年代到了今天的台北艺术大学当舞蹈系的主任，然后我就听到了学生穿着 Nike 拿着可乐，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，他们在晃公募金，他们觉得自己钱不够，我就愣在那里，又买了新的 Nike， 然后拿着可乐，叫做没有钱，我就剩没出来，就剩没出来。因为云门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的父亲就告诉我说，舞蹈家是所有的艺术家里面最伟大的，因为他是用他的身体去做工具去做表达，最辛苦。但是我父亲说，你要怎样跳舞可能是一个职业行业。我的母亲10年前过世，我们在整理遗物的时候，忽然间翻出一本用我的名字的存折，我们发现大概是用20多年的时间来存出来的，差不多100万。我的兄弟们都没有，所以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母亲长长的30年里面，他觉得你也要洗，够洗，够洗的，所以文倩就要给我麻油鸡啊，给他够洗啊。而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，你就勇往直前。你怪谁都没有用啊，你怪谁呢？那今天这个社会不好，这个世界不好，那我想说，那我能够做什么呢？那当你想多做一点的时候，你要改变自己，你要让自己更有空间，更有力气一点。那即使到40年后的今天，在面对每一个作品的时候，我是错了蛋，因为那个作品是一个陌生的，是一个未知的，过去得了多少的奖，都没有办法保证你下面的作品是好的。所以每一个东西你都要去想办法去面对它。我现在比较不讲在那喘的啦，但是想办法说比较早睡的啦，精神较好，所以不会做错的决定，让舞者忙了一通，然后做了3天，然后说这不算重来。可是舞者们也都知道，当林老师说最后一次的时候，那就是还有差不多还有10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这样。我们的生活里面是充满了再来一次，所以这里面没有什么叫成功跟失败。林老师，我看到你们云门从来没有庆功宴，对不对？我们会在后台小吃一下啦，从来没有什么庆功，而且云门的后台也没有粉丝来等着签名。真的吗？没有，而且现场也没有林老师的粉丝，有请举手好吗？粉丝他们不会到那边来，刚刚举手，把手举起来，手举起来，去举高一点给林老师看。林老师，待会儿，那要待会儿要林老师签名的人手举高一点啊！我也有这么多。好，继续。谢谢。我们后台没有这种风气，
就是这是一个风气的问题，所以就没有了，所以大家就很单纯的工作回家。为什么没有庆功宴？因为明天还要演出啊，所以就是很简单的做。但是大家开不开心呢？不开心的话做不下来，不开心的时候做不下来。然后但是观众通通站起来拍手的时候，有人回家会说我什么地方没有跳好啊，这是原本的一个状况，永远希望把事情再调好一点点。所以我刚刚讲了说没有成功跟失败这个事情啊，是的，得了奖，我得了奖的时候你们高兴，我就觉得不错，40周年得了奖啊，可以报道，可以对卖票可能好一点。可是我不能想象说我就是那个得奖的伟大的人，我跟 Martha Graham 得了一样的奖，而我不能这样讲，这样讲对事情一点帮助都没有。你就去做，就去做，那做的做不好不要紧啊，舞做不好可以修改，然后团做不下去呢可以关掉重来。所以关掉重来跟失败都是最大的本钱。你把你的奖放在哪里？ 我觉得到最后事实上不只是得不得奖，有时候人家跟我介绍在任何地方介绍这是一个编舞家，我黑的公话是不，我都不大觉得我是一个编舞家，我觉得我身上没有标签啊，我也不大感觉到我的年龄，所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大概也无所谓啊，我就是现在在做什么，我希望把这个事情做掉啊，把它做好，如此而已。但是我个人的经验是说我不会编舞嘛，然后就必须要想办法编舞，那一路一路这样过来，从很笨的办法一路的修改过来，它是可以累积出来的。所以做得不好是可以慢慢的变好，但是我想我必须不断不断的学习，我到今天为止我都觉得很多很多挑战，很多挑战，当你要往前走任何一步的时候全部是挑战。